军的步炮协同能力很强，炮延伸射击几分钟，步兵就能冲到我们阵地前面。同志们，沉住气，放近了再打。 敌人醒着比我们预期的要早，松树林阻击战提前了。
谢谢，喝水。没事，忍着点啊。来，喝点水。姐，喝点水吧。我不渴，你先喝吧。 该死的武藤雄一，究竟在哪儿啊？他应该就在附近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闻到了，他骚啊！但问题是，从龙家集方向追赶过来的日军有很多只，他究竟在哪一只里啊？那就靠我们去找了。现在松树岭还不知道怎么样。团长，警卫怎么样？团长，松树岭那边打起来了。妈的！ 看来日本鬼子也不笨，一下子就判断出了军分区、围歼黑田赤地一带，援军也很快跟上了，提前了一天进入阻击战，这样松树岭压力也就更大了。团长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我们继续追捕武藤雄一。卫生员！ 没事，没事。别着打！
松树岭战况如何？守军十分顽固，不过我军突破第一道防线，现在正与敌全力激战。国家山呢？国家山，敌人强于我三倍的兵力，企图吃掉黑田军。黑田军抢占了两个小山，正在顽强坚守。不错，不过如果黑田军能坚守几天，拖住八路军的主力，那我们就不必为了 找八路军的主力决战而疲于奔命了。大佐的意思？命令改变，命令黑田军不许突围，就地坚守，一定要拖住八路军的主力。命令我军的其他部队以国家山为中心全面进攻。嗨。 龙副团长已推到第二防线，一营营长、二营长、三营长已阵亡，还有邱团长、泰山团战士损失惨重。通讯员，到，发电报给吴司令员。急电：吴、李、苏，我部坚守松树岭二日，损失巨大，独立团的三个营长 牺牲两个，我部联排干部牺牲10至6期，泰山团亦损失惨重，请迅速解决围歼战斗。
松鼠岭打的苦啊！没想到敌人这么快就判断出来，他们的反应力如此的迅速，原定是守三天，现在变成四天。盛荣豪的情况怎么样？无线电一直保持静默，联系不上他。报告，黑天之联队有异常动向。又何异常？昨天鬼子开始动摇，烧掉了一些辎重。 看来有突围的迹象，但是今天全变了，他们在修筑工事，看来他们是要长期坚守。司令员、政委，日军各路争向郭家山，强袭急进，速度很快。 鬼子也改变部署了。要以黑田制的部队黏住我军主力，等到其他的日军到期以后再与我军主力决战，这场仗是要打成牛顶角了。老吴，如果我们不想在这儿与鬼子决战，我们必须尽快吃掉黑田制。命令部队是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不分昼夜，向郭家山之敌猛烈进攻。 无论如何，也要在鬼子合围之前吃掉黑田制。是。哎，还有，要传达给每一个指导员，这场仗只能胜不能败，一旦败了，我们将会被日本鬼子赶下黄河。是。 敌人打进第三道防线了，告诉龙威副团长和邱春雷团长，一定要把敌人反击出去，就算是拼光了，也要守住松树林。是。仲浩师兄，你得赶紧了。 大佐阁下，我们即将突破松树岭正面阵地，但敌人反击也十分激烈，战况惨烈。不过预计在一个小时之后，将突破其第三道防线。松树岭背面第二道防线已被突破，敌人派出了敢死队反击，没有奏效，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。各路部队都到什么位置了？鬼本联队在东边，离国家山50公里。 天黑可以到达，西面总部联队2个联队，离国家山70公里，天黑也可以到达。待到形成合围之后，即刻进攻。
现在就只能靠黑天军的连队了。只要他能够撑个一天半晚，我们跟八路军的决战态势就可以形成。大佐阁下，运筹帷幄，随机应变，这些土八路的一定完蛋了。路程最近的部队向我们靠拢，快！嘿，几位排长，到，叫上所有的同志们拿上武器，上战场。是，几位排，拿武器上战场。快，快快快，快，快！我们的损失太大，附近的部队不知道我们被袭击，无法支援，我们陷入了孤立。报告，黑田治大佐急电，八路昼夜攻击不止，我军弹尽粮绝，独木难支，永别了。哼，张彪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这应该怎么打？小婷，手榴弹。
佐，外面暴露太多了，实在顶不住了，咱们突围吧。我辜负了天皇陛下，还有什么脸回去？盛忠豪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同志们，别管其他的鬼子，杀掉武藤雄一就是胜利。走，杀！杀！走那边，其他的跟我来。走，快，快点，快，走。快！快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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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过来！千桂、驴子，你们快走！快走啊！过来，任大哥，任大哥，盛团长已经拿下了武藤雄一，日军全面溃退了。他们赢了，他们赢了，赢了！同志们，冲啊！冲啊！
他们是我们的英雄，葬在这儿也是我们的光荣。同志们，龙家集是一片英雄的土地，在三次龙家集保卫战中，有不少战士英勇牺牲，流尽鲜血，我们要刻骨铭心的把他们都记在心里面。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将会有更多的战士流血牺牲，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，让侵略者在我们的正义之剑下颤抖吧。向各位烈士敬礼。